疫情期间也是为了那个垃圾的分类做贡献的，也是为了全这个社区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个、应该的。是，那您这都为人民服务，有能搬自己能搬块砖就搬块砖吧。是，大妈您高寿啊？76。哎呦，那您身体还真不错啊，真棒啊！心态，一看您这性格就开朗啊，不那什么的吗？不配合的吗？也有，不过反正你在这看见了，就跟他说一声。完了以后再给自己给他分就得了吧。平常这儿扔垃圾的人也挺多的吧？这儿一个啊，四栋楼吧，都往这儿扔。是，那您这每天值班多长时间？我们这儿分三班吧，啊、一个人2小时。哦，那正好今天赶上。每礼拜六，他们平常是物业管。哦，就是也是义务的。那我们这义务的啊，志愿者嘛。是，您这个真是这大风天的。好，这冒着风沙，啊、没事，都得为人民服务，对，都得理解您的工作。我年轻时是那个环卫工人，嗯，哎呦，那也是好单位当时，啊，现在退休以后，那天我们去上单位报销药费去，说咱们改了，我改什么了？嗯、啊，改成公务员那个待遇了，我说啊，哎呦，是啊，环卫工人改公务员待遇了，啊，对呀、啊。那是现在事业单位吗？是，我就是后悔了，我不跟不回来了，在这待了1年多就调出来了，就今年退休时候哪有那么高啊？这慢慢涨的吗？对，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。就是啊。啊，是，那得跟您这个人缘好有关系啊，性格开朗，人缘好啊，肯定得给您涨。啊、那不是他不搁那社区不都得涨吗？不是我一人涨啊，不都涨吗？是啊，一样都涨。是，而且那会儿来讲，环卫局这工作呀，那会儿都觉得没有说工厂的好，这是实话实说。对，嗯，啊，现在环卫工人都改成事业单位了。对，那、嗯、一开始我们就是事业单位啊。哦，一开始就是哦，对，那北京市了，一开始就是啊，消费者，一开始就是，实际上这工资的，他工资跟那个医院里的大夫、护士什么工资一样，可是就是福利高，对，他有时候就是那什么，现在那医院不也改成那个公务员了吗？对，那福利高在哪块儿一般都？福利高在哪块儿啊？嗯，那就是说什么各种补助，嗯。就是看病就这样什么的，对，是真不错，也就是啊，工资低，就是各种补助高点，什么饭费呀、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嗯、就是卫生上面的，那也是应该的，那也是应该，对，因为一般人干不了，工种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工种不一样。给您点赞，大妈，谢谢。大妈，那您这现在退休金也挺高的了吧？退休早啊。没那么高，5000来块钱吧。那还行，那也还够自己吃了吧？够自己吃了吧？